而家好多打工人唔單止冇伴侣冇朋友冇养猫冇养狗，甚至连爱好都就嚟冇。王者唔想玩，动漫唔想追，比赛唔想睇。不过我哋唔係冇心玩，而係真係冇力玩。每日上班俾傻老细同傻客户轮流压榨，真係榨干榨净一滴都冇。咁仲玩条毛咩？上班就做嘢，落班就开会，都算啦，勉勉强强都可以算系工作嘅。最怕就系公司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话要搞团建，系咁啊扑！我系永远都唔明白点解啲傻老细咁中意喺周末搞团建，我哋加班加点挨生挨死做咗成个礼拜嘢，终于挨到去星期五呢一日啦，成个人都春心荡漾，开始喺度畅想嚟紧两日半假期点样度过嘅时候，个傻老细突然之间行出嚟话：近排大家做嘢辛苦啦，好似好耐都冇搞过团建咯，不如今个星期六大家一齐出嚟放松下。有啲特别自信嘅仲会加多一句：大家积极参与。我每一次都好想当场发问：如果唔积极会点噶？使唔使辞职咧？如果唔使辞职嘅话，我唔去。可惜我每一次都唔够胆问。喂，真系唔系周末都唔团建噶，所以对于我哋呢啲打工人嚟讲，团建就等于加班，严格啲嚟讲系死过加班，因为加班有加班费，而团建有时候可能仲要员工贴钱添。喂，真系噶，有啲公司真系厚颜无耻到团建完叫班员工自己 AA 添。最紧要系咩啊？你叫我牺牲啲个人时间去陪老细，我都可以当系去公关。做人冇公关，要做非凡哥噶啦。但系有时候我哋去咗团建先至发现，我老细冇去到啊。咁我哋去嚟做咩噶？不过讲真，要自费嘅嗰啲团建都已经算好噶啦，起码都真系去玩啦。有啲强制性嘅团建先至真系唔知讲咩好，因为系强制性嘅，所以你有事去唔到，乃系要去揾 HR 请假嘅。咁请假有咩问题啊？啊，猫姐啊，我周末咧约咗个医生掹智齿啊，所以去唔到个团建啊。哦，咁你喺随随随便提交下请假申请咯。哦，好，啊系啦。咁我请咗假，我今个月全勤仲有冇噶？咁你请咗假就肯定系冇全勤噶啦，仲要扣一日人工添。吓，但系我请嗰日假系周末嚟噶喎，咁都要扣钱啊？我唔知啊，咁反正请假就要扣人工啦。你有咩问题去问姚总啦。唉，问条铁咩？问候佢有份。真係好哲學，你想放假所以你请假，呢件事原本就已经好唔合理㗎啦。家陣喺自己嘅休息时间度休息竟然仲要扣人工。另一种讲法，即係我哋用緊我哋自己嘅钱嚟买我哋自己嘅休息时间。用钱去换取自由，呢种行为叫乜嘢呀？保释。咁咩时候先需要保释呀？坐监嘅时候。所以上班等于坐监，证明完毕。有啲比较聪明嘅朋友仔就会发现，其实用钱去换取自由都可以叫做赎身嘅。咁咩人先至需要赎身呀？哇，咁我真係唔知啦，但我觉得啲老细係咁样睇我哋㗎囉。而且有啲公司嘅团建真係好奇葩，名义上叫团建，实际上係军训，係真係请咗班教官过嚟训练你哋㗎喎。首先就排队，排完队之后开始爬墙，即係几个人喺下面托另外几个人上墙，嗰几个人上咗墙之后再将下面嗰几个人拉上墙，成个团队嘅人都爬晒上梦墙之后，大家就会好兴奋，一齐欢呼一齐拥抱。除咗你之外，虽然你都明白呢个环节係想培养大家嘅团队合作精神，但你始终想唔明究竟要做一个乜嘢项目，需要你一个文员同一班同事去爬墙呢？跟住仲有我最鍾意嘅环节，成个团队围成一个圈，然后集体俾教官，个教官一边喺度丧你哋，你哋对唔对得住你哋父母咁多年嚟嘅栽培啊？你哋知唔知道你哋父母其实好辛苦㗎？你哋有冇好好报答你哋嘅父母啊？一边喺度鼓励你哋要努力啊，要俾心机做嘢，将来赚大钱，好好报答父母。最后成个团队就会围住一齐喊，场面十分感人，甚至仲有少少好笑添。据说呢个环节系想培养大家嘅感恩精神，但系感恩还感恩，有关俾心机做嘢咩事呢？我哋想感恩，我哋多啲翻屋企陪阿爸阿妈唔好咩？冇理由咁样感恩噶，我真系好感激阿爸阿妈。好，我今晚决定加班，唔翻屋企食饭。佢哋想培养我哋嘅感恩精神，想我哋感边个嘅恩啊？系养育之恩啊，定系福报之恩啊？如果唔军训嘅话，就去一啲风景名胜，唔系爬山就系海滩，然后再集体拉翻个横幅，影相留念，跟住再附近嘅农家乐嗰度食饭啦。全程乜嘢娱乐都冇，唯一嘅节目就系听老细吹水，讲佢当年嘅奋斗史，点样茅塞顿开，点样把握风口，点样空手套白狼，呃咗投资人几百万投资。讲到兴起处，可能仲会同台下互动添。而对于我哋呢啲打工人嚟讲，所谓团建其实就系换咗个地方开黑。喂，唔要开黑啊！好，嚟啊！加埋我啊！你打王者嘅咩？唔打啊，冇嘢做啊嘛。杀埋咯！其实好多老板都唔明白，对于我哋嚟讲，团建其实好简单嘅啫嘛。最好嘅就梗系公费旅游啦，实在唔得，起码都要吃喝玩乐啩。连吃喝玩乐都冇，咁不如直接派钱算啦。喂，我哋做嘢做得咁辛苦，都系为咗吃喝玩乐同埋钱啫嘛。但系佢哋唔明，佢哋亦都唔谂住明，因为对于佢哋嚟讲，团建其实都好简单。对外有嘢讲，我哋嘅企业文化如何如何，你睇下啲员工团建嗰阵几开心。对内有交代，我哋嘅员工福利有落实噶。你睇下我哋
安排了多少次团建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公司搞的是阳间团建，同事都好好人，老细亦都几有心，咁得闲咪去公关下咯，大家互相俾面啫。但系如果你哋间公司搞嘅系阴间团建，直接啲，唔去，唉，唔去又唔会影响公司业绩嘅，惊条天啊！反正我唔建议，你都会咁做噶啦，系咪？团建应该系一种福利，而唔系一种形式。希望大家以后做咗老板，都可以明白呢个道理。嘴嘴啊，你平时咧见到中意嘅人发朋友圈，会唔会点赞啊？会啊。咁你中唔中意姐姨啊？中意啊，所以我日日都系点赞噶。咁你哋咧？你哋中唔中意我哋啊？不如点赞话俾我哋知道。